是因为讲一下心情吗？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有事前有想过会破纪录吗？没有想过，没有想过。啊、那因为教练说今天比较冷啊，比较热一点啊，天气上有没有一些影响？有啊，因为这样做操比较容易做开这样，身体比较暖开。对对对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云林的家人说？当然是因为，爸爸前一阵住院，然后就他昨天回台湾，回那个家里，然后我要把这个机会送给他，然后希望他的身体平安健康这样子。好，苏静，谢谢，恭喜。